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2019年3月5日10点28分 NBA 台湾德恩记者蔡嘉琳综合外电报道。跟据多方消息指出，博加特安德鲁伯格特预计将会重返勇士队，双方将会签约直到赛季结束。欧新社分享，根据多方消息指出，博加特安德鲁伯格特预计将会重返勇士队，双方将会签约直到赛季结束。现年34岁的博加特是在去年和澳洲职篮的雪梨国王队签下合约，他在今年赛季平均攻下 11.4 分 1.6 篮板 3.4 助攻 2.7 组攻，带领雪梨国王拿下例行赛第三，不过最后在准决赛遭到淘汰。博加特也以出色的表现获得联赛 MVP 和最佳防守球员。赛季结束后，博加特也传出将会重返 NBA 赛场，包括勇士、76人、塞尔蒂克等季后赛等级的球队都有意争取。勇士显然在这方面拔得头筹。消息透露，勇士实际上已经观察博加特一段时间。根据劳资协议，因为博加特在2018-19赛季没有代表任何 NBA 球队出赛，所以不受签约限制，他可以跟任何一支 NBA 球队签下合约，并具备出战季后赛的资格。身为2005年的选秀状元，博加特先后效力过公路、勇士、独行侠、骑士和湖人，并且在2015年帮助勇士夺下总冠军。只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、限量运动包，等你来拿。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